们来泰国，亲爱的 Seven。职业病，看到就想要看热恋。嘴哥的汉堡，大陆的气很，试试看。川不可能有这个东西。什么？哦、整个直接。超贴心的。小曼，你吃的是什么？这是尾鱼的专鸭，吃起来、我的没有那么热。我们现在讲，它比麦当劳好吃。其实跟台湾，我觉得跟大陆比起来，跟台湾的比较像。所以你觉得是 OK 的？泰国的壳是林口推荐的热鸭子。我们现在要搭嘟嘟车。哇！真的吗？搭双条。双条。像在什么华兴啊、清迈这种地方，这种是应该，这种应该是专门给人家叫车载客。然后它有一种双桥是像公车这样子，对，你可以随，它好像也是可以招啊，然后你吃可能多少钱？有一个有一方是念 Kobun Cup， 然后有一方是念 Kobun Cup， 但是我有点忘记哪一个合起来的是女生，好像是说合起来的那个是女生的书，你说尾音吗？对， Kobun Cup， 对，然后是说什么你不合起来什么，就是代表你下面怎样的，就是他们有一个 Kobun Cup。Good morning。我们要按摩的地方，耶！这呢？哎，按摩完了，刚才师傅原本按蛮轻的，是哦。然后我刚才讲了两次要加重，他帮我按摩师傅帮我绑，我觉得他绑得好看。运动啊！为什么去运动？走走走 ，Go Go Go！ 我才刚回来。我们也刚回来 ，Go Go， 快点！三楼见。在饭店的健身房，比我想象中还要小。69块的奶茶珍珠。
今天就要开会了吗？我们这很弱哎、欸。我们现在在逛超市，我们在逛超市。这个很好吃，有点辣辣的起司泡面，15块而已，15块哦。好。哎、欸，你看这两个好吃。啊，他口。叫两声来听听。那我想说可能是什么巧克力口味啊什么？它确实应该是很多口味吧。嗯。嗯。框没上。喜欢吗？对。对。今天我们去两个瀑布，车可以进去。现在走路要去看小瀑布，对。可以看 waterfall 是吗？南斗那个是瀑布。虽然看不出来，可是都是下雨，下雨的感觉。哎呀。这是雾，对，都全部都是雾，天哪！雾啊！吃饭啦！香蕉煎饼。原味有蛋，挺好。我们正在看到，我在正中间。小麦在动吗？我看到咬了，不要那么大。好，谢谢，我也是奶仔。看一下，来看一下，完了，完了，太吵不稳了。哎呀，清迈的健身房，我都付费了哦。原来要这里的，是的，那一次。还有巧克力。巧克力，就这样。巧克力，健身完要吃的。哈，清迈的计程车。你们看到？对，应该是给你。有。很好喝，而且不太有咖啡的那个。我很喝。它完全不苦哎、欸。喝慢一点，喝慢一点。它巧克力成分，我觉得巧克力比例还蛮重。现在要去逛庙啦。
正常开一点，对对对对，很好。就撑在他这边，然后你肩膀用力，腰不用力就好，剩下交给他，交给你，来去吧，去吧，我现在拍婚纱。脚踏车哎、欸！我三个礼拜没出车了。这一样。我早上有踩一下他们的飞轮。第三天 SPA。我在哪里？在阿姆斯特丹 SPA 店。但我不会念阿姆。现在要去吃夜市。哇 ！Hello Hello， 请问你们在排什么东西呢？请问你们在排什么？香蕉姐妹。要不要加蛋的这小姐？加蛋比较好吃。你们在这放街啊，我们在这，我们在这，我们现在在清迈的夜市，人超多。现在在周六的清迈的周六夜市 Saturday Night Market。哇，然后它就是每个礼拜六才有夜市，是，所以才这么多人是吗？非常多人，很多游客，然后有些当地人，这样非常的 crowded， 拥挤。但路边有非常多的小吃。听说总长1.1到1.3之间，但我们好像只走了一小段，就觉得怎么没有，所以我们要继续往前。塞哦，塞进去了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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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超级塞。这个是泰国虾。超大的泰国虾啊！一般你要拍这个，他们特有的彩色水果，就是不同的口味的果汁。吃饭店外围这边有一个类似护城河，城内跟城外。耶、yeah, ，大家早安！现在最后一天早上7点多，然后因为有练腿嘛，昨天，所以我决定今天就去跑个步。饭店外围这边啊，它其实它是有分城内跟城外，然后有就是一个类似护城河，然后我现在想要看看河到底有多长。所以我决定用跑步来看有多长。Go！ 好，大家看，对，这就是城内跟城外的壳。那我现在要跑步啦。然后发现当地的脚踏车店，还有当地的菜市场，哦，好百
类似看到一个骑脚踏车的流氓身汉，他应该有眼睛那边。3.9，现在大概是二分之一吧，好，二分之一圈，其实快绕完了。好美的寺庙啊！我在寺庙旁边跑步呢。车车都会让跑者也开心。对，喂喂，哦，多汗哦，好热，跑起来蛮舒服的，车有点多，汗都跑到眼睛里面。Nike。现在 Nike 家大概6:24，我看看刷吧，大概6:35，所以大概这整条河绕一圈，刚跑起来大概6:03吧，嗯，还不错的，早上醒来动一动醒脑的一个长度啊，啊，好啦，那我今天要继续玩咯。吃早餐啦。谢米可，等我一起吃早餐。运动，对，运动完吃东西特别好吃。麻饭店早餐真的麻烦。蛋白质。要买多少袋子？要买多少袋子？你不知道袋子很好用。对啊，袋子可以配不同的穿搭，你懂吗？你懂吗？你懂吗？那我一个男性待在这边，你会觉得别扭吗？不会别扭啊，只是很贴心的希望能有区域可以休息，譬如说像那边。对。那边就是男友休息区嘛，可是这样太远了啦，这样看，这样看没办法关注到女友。但是如果女友就是说，哎、欸，那个好不好看的时候怎么办？你就没有办法给予事实的意见。不是，我只能说好看，又不能说不好看。对，那为什么要问我？就是还是一种心啊。好，我们现在涉猎到男女的议题，结束的话。就待在旁边，刚刚那个米就好，你可以买全的，对，他的小袋子，好男友一号，是热恋中的，这是热恋中的，没有，我没有，贴心男友，买东西给你。2003年的小嘴选手，3年而已吗？4年的小嘴选手，哎，出发！来抽车，抽车，抽车，抽车！结果自己打，超级不会骑脚踏车，就是我本人。OK， 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单车自己尬，你帮他拍啊，我 GoPro。但总之就是等一下我要骑单车弄我自己的果汁，自己的果汁自己采。然后现在放下去了，好哦。它是公路车哎、欸。Faster! Okay. Okay.
其实，我可以换挡吗？不行，他已经在最重了。完蛋了！超酷的，自己踩自己打，很国司机。这个市集是我找到的。我觉得 Miko 你真的是太棒了，请叫我刘达人。刘达人 Miko， 我觉得打起来特别好。耶！我现在在哪里？我们在 JJ Market 买了非常多的东西。限定哦！你在买周末限定的，我买超开心的，而且是早上才有的。有脚踏车，有脚踏车。早起的鸟儿有虫吃。要结束啦！再请大家来，拜拜。好喝司机推荐的鸡尾酒。Every night.就是这道午晚餐最终的价钱是多少 ？OK， 好，来，小麦你说，1000，你呢？1600，你也可以猜一下，没猜，我猜1500，快，点，快点，快，好了，好了，来说，公布，好，你出来讲先，来，我来告诉大家，最终数字是1418，超便宜，我赢了，超便宜，我赢了，我赢了，你不赢了，因为你戴眼镜比较，电脑是不是？比较年轻，比较可爱。我戴眼镜就不可爱，就不一样，不一样的感觉。那戴隐形眼镜什么感觉？就是年纪加几岁？那现在30以上。30以上？我觉得啦。那我现在这样子。